轮换如何相配，盘丝无人醉，帷幕间灯火幽微，我和你最天生一对，没了你才算原罪，丢了魂才好相配，你蓝绿我才会，并肩行过山与水，你憔悴我替你明媚，是你含情脉脉吻过眼角珠泪，眼里合上一杯喜为谁，冬为林荫清脆，我眼里只剩漆黑，问世间哪有更完美，兰花之年红尘似水，暗箭无妨唯恐相思违，长别旧悲不成悲，勾魂摄魄心成灰，万水记得谁最好的年岁，其实也是有教一些街舞的。有啊。你自己跳不跳？我自己有跳爵士，对。好。K-pop。那 K-pop， 那有没有跳一些什么 popping、locking 啊，或者 breaking 啊 ，hip hop？ 没有，只上过一些大师课，但是就很少。viking 啊，或者是一点点听 hip-hop 就可以。viking 有想上，然后也可能会想找国内的一些老师来这边教。想啊，我的偶像是 X。我海珠哥请 AC 请了很多次了，还没有请成功。希望可以上 AC 了。今天我们拍了一个作品，你觉得你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类似的作品给我们小伙伴来看？会，因为我还蛮喜欢今天的整体的感觉。你有什么对屏幕前的小伙伴想说的？支持他，点赞。教你一句啊。这个叫一键三连，小伙伴们，对，请大家一键三连四连。OK，peace。这位小姐姐在我们要拍摄之前的一小时，跟我讲了一句话，说我编的舞那个音乐不是你发给我的音乐，说编错了，然后说没关系，我现在给你编出来，很快啊。可是就是要给你机会解释一下。
老板，以后你火了，你可以雇个助理吗？帮我们拎包拍照。表情啊，不要笑，酷一点。还是笑了。笑了，不要笑。真的很辛苦啊，我觉得，尤其是拍摄、构思，然后剪辑、舞蹈、拍照、司机、拎包，全于一身的，真的还挺累的。什么感觉？还行吧，为爱发电。